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有好朋友的吧？那么明星当然也是会有好朋友的，不仅仅是有同性的朋友，异性的朋友当然也是有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几位男神的女闺蜜都是谁吧。首先来看看鞠婧祎和张哲瀚。初次看见鞠婧祎也觉得不过是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女星，后来越看越觉得她不食人间烟火，美丽脱俗似飘逸出凡尘。他们两个是通过拍戏认识的，一起主要的《云汐传》在里面也是非常的有 CP 感的，两个人在私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果然颜值高跟颜值高的玩呢。再来看看杨紫和王俊凯。王俊凯18岁之后突然就有了男人的气息了，在高能少年团里照顾杨紫，也有了无家绅士初长成的感觉。两个人有个称号就叫做梳头姐弟，两个人在节目中的互动也是非常的有爱的，在中餐厅中也是很好的，两个人的性格都很好玩，他们真的是积极又阳光的友谊啊。再来看看肖战和周雨彤。肖战的古装是目前看过这么多剧里面最能打的，简直360度无死角那种，真的太好看了。他的古装就是那种可以温润如玉翩翩公子，又可以腹黑霸道撩人无形。肖战最近也是非常的火，他的闺蜜就是周雨彤了，《寒武纪》、《来自海洋的你》、《我与你的光年距离》都美哭了，两个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。最后来看看李现和王子璇。李现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可以说是这个暑假最成功的男星了，真的是非常的火的，粉丝也是涨了非常多。毕竟李现很优秀，李现和王子璇是拍摄《河神》的时候认识的，王子璇的长相也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一种，和李现的兴趣爱好也是很接近的，两个人非常的有话题，自然就会成为好朋友了。